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十二月十九号的新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怡婷。新闻首先先来看到花东乡有美丽景色，有丰富的人文特色。伫咧这疫情较稳定的同时，花东乡公所为了要让乡亲会当行出户外，特别28号举办花东乡金瓦寮大岭巷进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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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活动，吸引大小朋友做回来参加，用上班的速度来体验故乡美丽景色。透早七点，来自各地乡亲到组织一个活动的现场，准备要参加这场健身活动。甲以往同款，运动之前当然要先来一段暖身操。现代工业化社会，生活中的步调是愈来愈紧，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真侪美好的事物。花东乡公所为了要让花东乡亲会当行出户外，享受大自然，特别在18号举办一场花东乡囡仔寮大岭巷亲子进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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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活动，吸引过来千位大小朋友做伙来参加，用家己的双脚慢慢来体验故乡美丽山林景色。因为咱哦，为着要来推广着咱花东的农产品，搁来推广着咱花东真侪好耍的景点。所以，咱一年一度拢会结合着这个万圣节，啊，做伙来这个五龙山，咱的金瓦寮遮，啊，来行咱金瓦寮甲大岭巷的步道，啊，希望会再借着这个机会，推广着咱花大乡的农产品，甲咱花大乡的这个健康步道，予咱彰化县，也是讲台湾省的一挂观众朋友，会当来咱花大佚佗的时阵，会当来这个步道行行，买当来消费着咱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。啊，乡亲时代，大家吼，拢要来遮运动吼，啊，看好山好水，当然嘛爱出来行。啊，感谢遮时代吼，大家吼，大家足踊跃的。啊，这回所以吼，感谢大家吼，啊，而且吼，无什么所在吼，甲恁感谢，而且甲恁感谢，谢谢。啊，年嘛到啊吼，啊，遮尼寒，大家在生活少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虽然活动当天气温较低，但是也是有真侪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做回来参加，感受一个啊故乡花东美丽景色。弟弟，你今天几点起床？你自己说。你今天几点起床？你不要害羞啦，我们6点就起床了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怎么会带想要带小朋友来这边运动？哦，我们每一年都会参加幼稚园班的活动啊，难得有一次亲子的时间，非常棒。会不会很冷？弟弟会不会冷？你有运动啦。对。除了这场健身活动以外，花东乡公所也在112年1月14号再度举办控油的活动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也，咱这个花东哦，所有三条的步道哦，啊，欢迎大家哦，若有时间会当过来哦，行行看看哦。啊，伫这嘛要来邀请大家吼，伫正月14日哦，咱迄个国历吼，咱1月14号吼，嘛伫咱花坛有哪顶吼，啊嘛过来举办一年一度的抗疫活动，哦欢迎乡亲吼，会当安尼踊跃报名吼，伫明仔载吼19号开始报名吼，会当安大家较踊跃来报名，大家来参加这个盛会安尼。这个活动请真侪乡亲到场参加，用双脚熟悉花东乡在地美丽景色。活动当中嘛，结合社区、别物甲好好，和参加乡亲在进行的过程当中，会当感受到花东丰富的人情味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花东蔡宏报道。